凯特王妃一向给人的印象都是优雅高贵，但这不代表她不性感。比如图中穿着粉色低胸短裙的她，在优雅的同时还多了一份成熟女人的迷人气息。看了凯特王妃的身材之后，再看默克尔身材，很多人会觉得差距实在太明显。确实，相比身材纤细的凯特王妃，默克尔身材有些太臃肿了。不过她不来就不是以身材著称的，不是吗？